陈警官，我们这得到了一些新线索，需要你配合调查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个视频的？你先别急着问我问题。 威克斯游泳馆的田宇教练，你肯定认识吧？认识啊。你从6月初开始学游泳，然后还一直用李佳这个化名登记，为什么？田教练告诉我，你是那种从小就怕水的，好像对水有什么阴影，但是你很快就学会了蛙泳。可是之后一直让教练教你憋气、下潜。 你学这些干什么用？因为我发现苏瑞想杀我。那我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能够把苏瑞要杀你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都提前一个月预判得如此精准的？ 除非从一开始就是你对苏瑞的请君入瓮，是，没错。我想你能走到这一步。 一定经历了一些非常可怕的遭遇吧，又漫长，又可怕，天天都活在黑夜里，看不到太阳。我自从发现苏瑞对我起了杀心，我的日子就是这样熬着过的。 我整夜整夜都睡不着觉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，身边躺着一个随时都可能把你杀了的人，你根本不敢闭眼，怕闭上了眼就再也睁不开了。 你应该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逃离他。我当然想过，但是你们，苏瑞他不仅是一个伪装成完美丈夫的男人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魔鬼。 收拾行李，咱们赶飞机。啊！你说什么？赶什么飞机？我刚刚在网上刷到去三亚的特价机票，这不马上五一了吗？我想带你和奶奶出去走一走。哎呀，李小南，你大白天的发什么疯啊？我好不容易刷到这么便宜的机票，不去多可惜啊！再说奶奶还没去过海边呢。这，那这是……奶奶，咱们去旅游，那边天气热，不用穿那么厚。我马上去帮你看看衣服。妈，你把身份证带好。 收拾好了，咱们出发去机场啊！哎，这，老婆，妈，奶奶，哟。
饺子。的确是，这种事情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这种人是看不透的，他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喜怒根本不在于脸上，你即使激怒了他，你也看不出来，他都藏着，然后他再找机会报复你。你说你这丫头真够能折腾的。哎，你看看，要不是苏瑞提醒你，你都已经忘了这已经是月底了吧？这个月奖金你不要了。没事儿，妈，小兰假都攒着呢，有时间回头咱们自驾出去游，省得奶奶年龄大坐飞机难受。哎呀，什么自驾游自驾游，我们俩呀根本就没打算出门。哎，对了，你那机票退了吗？是不是还得收手续费呀？你说你都干的什么事儿啊？妈，要不然您先出去歇着，这边我们俩来。哎，行。正好我有点腰疼，那我上那边看电视去了。哎，嗯，温柔柔，嗯，嗯，妈，嗯，您就拿这个，我教教就行了。好，现在只有你了，你走了让我怎么办？你要是离开我，我也不想活着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是你们逼我的，我不想这样。如果我活不了没关系，可咱们一家人一起死都别活了，好吗？我不走，我哪也不去。走了，好。没事，苏瑞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别走。只要我有离开的念头，或者跟他提离婚，他就会威胁或打骂我。
你他妈还敢跟我提离婚啊？说他妈多少次了，不提离婚，不提离婚啊！提不提离婚？还提不提离婚？啊！他在卧室里藏了一个摄像头，他被我发现了。是，我就每天活在他的监视里面，然后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好像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我也都原谅了他。明明是两个人结婚过日子，却活活把婚姻过成了谍战剧。廖楠，你觉得苏瑞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最初他是爱你的，但是后来这种情感变质了。还有一种可能是，从最开始他就是有预谋的，为了钱。你觉得是哪一种？哪一种？陈金哥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，他天生只有爱自己的能力？我也想知道他。但是想要得到真正的答案，现在已经没机会了。可是我觉得你早就知道答案了。你知道苏瑞这种男人是个无底洞，你不能一直这么纵容他。所以于红的出现就是你的转机。说实话，与其说是我的转机，不如说是苏瑞的。我们一个个都还羡慕你嘞，拆这么多房子，三辈子都花不完。哎呀，马姐，我也就是有个偏财运，但就遇不到一个好姻缘。我一开始就发现，于红对苏瑞不一样。那个时候，苏瑞又缺钱，又要还债。这两个人跟怀鬼胎一拍即合，顺其自然的就好上了。所以你给他们两个人制造了机会？我没有给任何人创造机会，我只是选择了不拆穿。
但是根据后来的事实来看，苏瑞和于红的关系并没有像你希望的那样发展。苏瑞是动过离婚的念头的，知道吗？有一天早上，我在他的包里突然发现了离婚协议书，我当时真的松了一口气。吃饭了？啊，我不吃了。那个，我晚上也不回来吃，你自己吃吧。饭局还是加班啊？加班。慢点啊。好。走了，老婆。哎。晚上他回家，我看他迟迟不提，而且他对我的态度也变了。老婆，还没吃吧？特地买了你喜欢的卤牛肉。嗯，你不说晚上不回来吃饭的吗？我是不是想着你晚上还得出摊，让你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。事儿可以放在明天做，啊，你吃吧，我先去洗澡，啊。哎。嗯。发现离婚协议书一起不见了。6月13日。什么？6月13号那天，苏瑞跟于红提起，他决定跟你摊牌离婚。但是也是在那一天，苏瑞发现，其实于红的名下一套房子都没有。所以，他改变了主意，又把目标重新转回到了你的身上。原来是这样。你和于红是同事，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家里的真实情况。你也知道苏瑞早晚有一天都会知道这些，只是你没想到会那么快。苏瑞这么快就发现于红其实是个假富婆，又这么快就把他抛弃了。这也是我选择不拆穿他们俩的原因，因为我知道苏瑞一旦发现于红无利可图，他自己就会离开他，他不会真的伤害他。苏瑞的计划落空了，但是你的计划也落空了。而且就是因为这件事儿，促使苏瑞决定走向下一步，杀了我，拿保险金，就是他的下一步。你的意外险是苏瑞悄悄升级的，对吧？没错。
没错，是的。其实从他提议我们一起各自买一份人身意外险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提防着他。我知道他因为赌博在外面欠的钱越来越多，那晚宋虎来摊位捣乱，我猜他应该是来逼苏瑞还债的。果然那晚苏瑞就实施了他计划的第一步，趁我睡着的时候偷偷解锁了我的手机。麻烦您说一下投保人的姓名和证件号码。姓名李小南，身份证号49058119891026188。我帮您查了一下，你之前投保的意外险已经升级成功了。什么时候生效的？您今日凌晨在手机端操作升级之后，就已经即时生效了。您是对这份订单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，谢谢。我以为他会谋划多几天，但没想到他的下一步计划来得这么快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开个车怎么还能撞我呢？这手伤了，身上其他地方没事吧？拍片子了吗？啊？拍了，有轻微脑震荡，没大事。这场车祸让我意识到，我不能有一刻的松懈。我得时时刻刻都提防着他。他递给我的东西，我不敢喝。哎，你别动了，李虎，我来说，手没事吧？没事。他躺在我旁边，我整夜都不敢闭眼，因为我有哮喘病，他保管着我每一个哮喘喷雾，就像保着我的命一样。我只能偷偷地在桌子底下藏着一瓶，预防着突发情况的发生。还有安查检。这个你们查到了？苏瑞知道你有哮喘，常年服用药物，但是他也知道安茶碱本身具有毒性，一旦服用过量，重则呼吸骤停，所以他计划在你的日常饮食中加大药量。如果他计划成功，别人也会认为你的死因是药物服用过量。你说的全都没错，我也曾经试着往这个方向去查证据。
帮你化验过了，这些玻璃碎片上有茶碱、乙二氨酚盐的成分残留，其实就是氨茶碱。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吃过这些药吧，小南，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没事。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都知道了，可是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啊。牛奶里的氨茶碱不算吗？这种药误入过量的。李小姐，你本身就在吃这种药，你又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他往你的日常饮食里下药了。那升级意外险保单呢？还有那场车祸，他完全可以说是你自己操作的，而且光凭这些警察也很难受理的。我有他家暴之后的就诊记录，可以协议离婚吗？嗯，他愿意离婚吗？如果他拒绝协议离婚的话，你就得走诉讼，前后至少得以两年的时间呢。你最大的问题是不信任警方。我不是不信任，是苏瑞太聪明了。就算我把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，他充其量是个什么？他就是一个爱赌博、性情不稳定的丈夫。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想谋杀我。然后你就决定，与其这样每天提心吊胆的防着他，还不如主动出手，拿到他想要杀害你的证据，把他送进监狱。是，这是我唯一的办法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报名游泳班。腿要跟着动。怎么样，还好吗？我自己放在里面。小南，你是干嘛去了？你看你最近每天都卡点回来，还累成这个样子，满头大汗的。夏天湿气重，去运动一下，出出汗。我拼命克服对水的恐惧，每天努力一遍又一遍的练习游泳。按照计划，我一旦沉入水底，就必须保持下潜状态，不能再让苏瑞看到我了。你可千万别每次都把自己憋到极限，你这样很容易晕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没事。那时虽然已经入夏，但江水还是很冷，暗流还很多，根本看不清楚方向。我不断练习憋气，一次又一次的测算时间，估算距离。因为我知道，我的计划万一出了差错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他最清楚我怕水，我只能把自己置之于死地，才能求生。那你只是学游泳，应该不够。你还得推他一把。我推了他两把。这次不仅不赚钱，也得花钱。花钱？嗯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次我自己买。自己买？
你说房子？啊。那几天我刻意一直在他面前提买房子的事儿。我准备把咱们账户里的钱取出来了，明天再去借点，就能凑齐首付了。我觉得住这儿不也挺好的吗？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这毕竟是租来的，只有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才算有个真的家呀。果然，他很快就被我激怒了。不是，我们现在哪来的钱付首付呢？你计划这个，计划那个，这件事为什么不按计划？是计划好了，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如果他想从我这里拿到更多的钱，我这个做法势必会加速他计划的实施。对于一个时时刻刻都要神不知鬼不觉把你杀掉的人来说，你只要无意间给他一点暗示就够了。不用了，你有点累了，进去睡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浔阳市浔东区榕江与枫江的交汇处。就在7月2号的下午，有4名男孩来到此处玩耍，其中1名男孩意外落水，另外3人呢陆续的下水施救，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。我们来采访一下蓝天搜救队的队员。您好，您好，我想了解一下目前搜救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？现场还没有找到人，这条江啊江水非常的急，而且下面还有很多的暗流，那些暗流还很大，人如果掉下去的话，它水性不好就会非常的危险。果然那天晚上他跟我提到了我姐，还主动跟我说要陪我去白石潭江边烧纸，我当然答应了，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。你太冒险了。我知道，其实我也动过放弃的念头，但是我不甘心，所以我得自救。况且像思睿这样的人，他就算杀了我，拿到保险金，他很快就会挥霍一空，然后他再寻找下一个目标，下下个目标。我必须把他送进监狱，这是他应有的惩罚。7月4号早上，宋虎收到的那条短信，是你用苏瑞的手机发的。你知道，苏瑞把你推下去之后，一定会死死地盯住你。他得确认你溺亡，甚至还会确认尸体，不然他绝对不会离开。所以你必须得想个其他的办法，给自己一个逃生的机会。是，我害怕有任何的差错，或者说，我入水之后，苏瑞突然发现我会游泳，那他更不会放过我。必须给自己上一套保险。陈警官，我挺佩服你的，你的推断都很准确。可能因为我也是个女人，所以我能理解你生活在这样一个男人，或者说这样一个恶魔身边，需要多么谨慎。我觉得女人挺坚韧的，很多时候比男人更坚韧，但这种坚韧只是心理上的。当女性面对暴力的时候，因为生理上的差距，我们处于绝对的弱势。
很多人都会说，只要女性敢于反抗，家暴案会少很多。没有经历过的人，真的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同意。详细说一说吧，那天晚上具体发生了什么？你这是？奶奶，小南在家吗？我有话跟他说。小南？小南不是在你家吗？啊？他出去的时候说回你家。那阿姨在家吗？她。算了。